这个男人。手拔掉仪器。大黄把所有的老谋子聚在一起，堵住前面的齿轮，可还是支撑不了多久。死神突然从天而降，将一家人带到了安全的地方。原来是大黄去世的妈妈，妈妈带他回忆起小时候的时光。大黄调皮掉进水中，后来妈妈就离开了爸爸，所以大黄痛恨自己。其实妈妈并不讨厌调皮的大黄，终于他化解了心结。Always be together. 醒来时，大黄发现自己没有尿床，一家人终于死里逃生。黄妈拿出一个陀螺，发现它转个不停，证明他们还在梦里。大黄兴奋地带着黄妈放飞自我。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梦，会做些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